子，打死那个淫贼！行，爹。师姐，睡了吗？师弟，你找我有事吗？你能不能上我这屋来一下？太晚了，不太好吧？我有话想跟你说。啊，那你等我一会儿啊。快点啊。嗯。肚子疼，上了趟茅房，舒服多了。你们干啥？安哥，这屋这味儿比茅房味儿都大，开窗户放放味儿吧。师姐，你怎么来了？你叫我了？我什么时候叫你了？我没叫你啊。我听着你叫我了。我刚才打死那个淫贼！行，爹。玉郎啊，这个事儿你得解释清楚，要不然对你人品有很大的影响啊。大师兄，我都说了多少遍了，我对天发誓，我绝对没有叫师姐到我房间去，你得相信我。江玉郎，我看你应该叫江色狼，你长得仪表堂堂，内心却是如此肮脏。你长的是这个，你的内心也是这个。我长的是这个，我内心也是这个。大师兄，你得住，干啥呢？那是事儿还没了解清楚呢，你说那干啥呀？过分啊！二师兄，我不允许你这么说江师弟，就算他没要我，我也乐意去，我乐意。哎呀，我乐意。你太花了你呀、啊，师姐呀、啊，你就别添乱了，这都已经给我一眼泡了，你再这么下去，这师兄气得够呛，把我腿打折了，以后我怎么办呢？我养你。哎呀，大师兄啊，你倒是说话，你替我说几句公道话呀。色狼啊，啊，不是，江色狼。行了，你别说了。那你说。我相信色狼。哎呀，怎么还把我名改了呢？玉郎，嫂子相信你的人品。你相信他的人品？我不相信。自从他进咱门派，我就怀疑他是个淫贼，我一直在看着他。德柱，做人可要凭良心，你瘫痪的时候可是人家玉郎拿药救的你。我早知道他是这样的人品，我宁可去死。行了，我还在这坐着呢。这样啊，玉郎，你说你没喊他是吧？啊，对呀、啊。小柔，嗯，你还听见有人喊你去他房间对吧？嗯。那是你出幻觉了。你才出幻觉了你。你要是没出幻觉，那谁喊的呀？嗯，德柱。啊？就是你赵德柱。